们今天要讲的是血吗？这个是这个，告诉我，嗯哼，是什么字呢？这个是写偶字。对。你看，一个人在写字。对的。你只要告诉我这是什么字。我在看到哎、欸，看，看。这是什么字？剑啊。嗯哼。看见的见，你看他看见一个大眼睛在看他。嗯哼，你看，闭，我你看，哇，他把门锁起来，不让人进来了，就是关闭，对不对？对。看，看，哇，你看，大家看。他在看这样，看到什么东西？看到一个大手手。嗯嗯咸。嗯。哇，你看他咸，他咸，好咸哦！他喜欢去看月亮。打开门，呵。他很悠闲的打开门看月亮，是不是？打开门一看，就是下雨了。打开门就下雨了。好，下一个字。闷。对，什么时候会闷？闷闷不乐。闷闷不乐是什么意思？他不开心哦。哦，这样子，好。下一个字。伞。嗯哼。可以造一个句子吗？看，他要想个，哇，他会打到他。所以他要怎么样？如果门一个。一个人打开门，里面都是下雨天，里面都是下雨天。所以，如果人站在门外，慢。嗯哼。乌龟怎么样？乌龟慢慢。对呀、啊。乌龟很快。这什么字？快。嗯哼。哇，你看，不，像飞机一样。飞机很快，对，飞机很慢了，其实它很慢。那个字什么字？你忘记了是不是？蓝，对，刚刚那个字是河，你拿出来。对，嗯，它有草跟嘴巴在一起，这个、对不对？一个嘴巴要亲亲它，然后它就起来啊，它们就红漆漆。蓝，嗯哼，这是我最喜欢的，我会的，我拿起来。你都会了。放在旁边。嗯哼，这什么字？放在上面。对，你看他们在比谁爬墙，谁爬得比较高。嗯。是我洞穴。嗯哼。洞穴是谁住在里面？我跟你说。嗯哼。大熊住在里面哈。哇，你看他要静坐吗？脚脚他。我看他要静坐。叉子，哇！嗯哼。如果夹成这样，叉脚，就你就叉一个脚来吃啊？不行，这不是那个脚，这是交叉的交。还是叉交？
没有这个字啊，擦焦没有这个字。你要讲交叉，交叉才对。擦焦，一个擦子，擦一个交叉的人。可以。来吃。好好，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的造句可以。这个很好笑。嗯哼，好，下一个字。长，嗯哼，我已经念过，子，嗯哼，葡萄籽啊，那个不是葡萄籽，那是儿子的籽，葡萄籽的籽吗？不是，门，哇，门这么大，你怎么进去了？里面都下雨天了。正的立，立起来的立。耳，对，耳朵的耳。先拿一个字。外。对，外面的外。哇，他在等主人开门啊。嗯。下一个字。先来就谁先吃，谁先吃一个 baby。 好吧，我跟你说，怀孕，对，孕。下一个字，你看他的爸爸拿着 key 准备开门，所以他怎么样？什么字？他到家了，对不对？到。嗯哼。拍，拍拍手喽。可以。百，哇，你要加100这个千哦。哦。好啦，考100分。100块，你要拿100块、哦？嗯，真不行了。你怎么拿？你的手这么小，怎么拿？可以拿，来，下一个字。母。母亲的母，对。母牛的母。牛，它来吃了。牛，它来吃。好，赶快，下一个字是什么？好。OK， 好，好宝宝的好，好棒的好。外，你看一下，看清楚。哦，所以是什么字？出。对，外出的出，对。冷。对，好冷的冷。舌头。对，什么？只有一个字，只有一个字。蛇。对。哇，你看它舌头吐出来。嗯。抱抱。嗯。抱抱。哎呦喂，好了。好。包包，把你包起来的包，包子的包。哇，把你包起来就像一个包子包。对，好，坐下来。最后几个字而已，快点。我说看，只剩下3个，只剩下2个。病。对。春。对。牙。对，好，很棒，谢谢。